台北羽球公开赛持续的进行当中，今天林洋配出战了16强赛，遇上同样来自台湾的组合刘广恒还有杨博涵。首局林洋配默契十足，连续得了5分，夺下胜利。不过第二回还有第三回合上演大逆转，最后刘广恒还有杨博涵在激战之后扳倒了林洋配，晋级8强。